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，养狗唔好嫁兽医二。爱情唔系一样睇完十万个为什么就会明嘅嘢。喂，喂，做咩啊？过嚟揾我咁好？挂住你咯。哇，学埋晒啲口花。咁中唔中意啊？中意，唔惯啫。有冇睇下娇啊你？养狗唔好嫁兽医。系啊，你觉得阿娇系咪乱咁噏啊？吓？喂，梗唔系啦！同是天涯沦落人， yeah！ 好似唔系咁用，系咯，同道中人啊！系啊系啊，喂，话佢乱噏嘅人咧，真系乱噏啦！佢上次嗰个咩拍拖嗰个咩唔好拍拖个，好啊，好有内涵噶啦！今次呢一个咧，仲有内涵。系啊系啊系啊，你睇到啲咩啊？今次劲啦，娇，哇，佢真系一个咧好有睇法嘅人嚟噶！你谂下，养狗最麻烦嘅系咩啊？系咩啊？啊、你真的少养宠物的、啊、养狗最麻烦呢是照顾它的起居飲食还有要带它落街散步、啊、放低几两那些呢、嗯、哦，那所以呢所以养狗当然不要嫁兽医啦，养狗嫁终点就差不多了。蛤、啊、喂，这狗有几可病啊，你做主人、啊、都不想你的狗病啦，是不是？其实呢阿嬌的意思呢是叫人揀另一半呢千祈不要太过未雨绸缪，揀返啲可以解决你实际需要嘅人，例如你预期揀一个冇时间陪你嘅有钱人，咁不如揀一个关心你珍惜你嘅穷鬼仲好啦。啊，咁同我本身諗嗰样嘢好唔同喎、啊啊、我以为係叫人唔好揀一个同你世界太似嘅人添。咁新颖哦，係啊，即係你觉得两个人应该要完全唔同咁样先好啊？係啊，咁样相处先唔会闷㗎嘛。但你諗下，如果两个老师一齐咁、嗯、话题嚟嚟去去都係校学校教书咁好闷啫。学生咁样。咁你有你道理嘅、啊。但其实我觉得呢两个人之间嘅嘢呢係冇道理可言嘅。冇道理？係啊，爱情唔係一样可以睇十万个为什么就会明嘅嘢嚟。係咯，好深啊。有几深啊？有冇好似我爱你咁深先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我呕啦，我去呕啦。喂，咩啊？等阵，欧阳打电话嚟啊。喂，喂，你翻咗公司改片啊？未啊，哦，我去咗 Jerry Salon 度啫嘛。Salon 啊？喂，咁即系仲喺附近、啊？你谂唔谂住翻嚟 Cafe Trouble 啊？做咩啊？Rosa 刚才出去听完个电话之后入回来，个样子就好鬼不妥了，我怕我应付不掂啊，强姐。喂，我有客啊，我做嘢先啊，你自己搞。哦，喂，我而家翻过嚟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成功的必要前提抽象，大人物以为未来向上，誓要赚到黄金一箱叫做理想，人生的这宝箱藏于心底，照着你方向便发现爱的重量。你矛盾我替你想，我投诉你会分享，你微笑能无怨挂强，送我世界我都不需要，你救我最基本需要，哪怕好代替世小，幸运就是乐天的欢笑，财富再发达也许发俏的钞票，你在旁成你目标，送我世界我都不需要，你救我最基本需要，看不出有缺少。养狗唔好嫁兽医二，欧阳玲系欧阳，司徒志强系志强，阿基系 Jerry。其实拍拖对象应该揀同一个世界的人，定是同自己完完全全不同的人呢？
上嚟我嘅 Facebook page 欧阳宁酷欧阳投个票啊！穷一生重要贵宝，得到了。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